监制，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才知道跟一个对的人在一起是非常开心又很自在的事情。然后跟你在一起以后呢，你也给我非常多的温柔体贴，还有安全感，还有很多欢乐搞笑的时光。所以真的非常谢谢你，跟你在一起非常开心。我觉得真的很幸运能够遇见你，我想你也这样觉得吧。在外面你好像是一个温柔气质的女神形象，可是在家里你就变成一个像艺人小 S 一般的搞笑天后。今天也是你的生日，所以我想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人生目标就是要用尽一辈子的时间，找一件最爱的事情，然后一直做下去。兄弟，我不知道你找到这件事情了没有，但是我很确定的是，你已经先找到了你一辈子最爱的人生伴侣。新欢快